在这边帮我照一张相，然后我也在这边帮你照一张相，看我们会拍到什么。用正常的相机。好，换你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不要跑了！哎、欸，不要跑了！哎、欸，跑了才会撞鬼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奇怪？平常这么开心吗？啊，你要跟我拿什么？这个、啊。为什么？你要看那个？那我帮你开。我个人感觉就是里面好像真的没什么。你干嘛越来越里面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这样这么臭？这样臭比较帅啊。那我要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们今天你不要笑场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来到阿君他常常来的这个地方，叫做乳姑山。因为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传说，有人在这边玩空拍机的时候，结果空拍机一直重复掉落到某一个地方。最后一次他下去看，才发现那里有散落一地的白骨。才追溯回前面是有发生一连串的命案，还有人在乳姑山结果车子失灵。那我跟阿金呢就打算来到这个乳姑山，我们要来这边挑战一个能够撞见鬼的都市传说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蹲在这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龙潭区公墓公园。我们呢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条小路，而且重点是这条小路呢，它在 Google 地图上面是没有显示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下面是什么，搞不好就是公墓的某一个边缘，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天要做的挑战。看过台湾大台集吗？没有，他就是会有法师，然后会有艺人，他们会分享自己的灵异故事，有分享一些见鬼的方法。那个是这个方法已经流传很久，我做故意捡的屋啊，用我崩，啊放在路口，啊点三支香，啊在遐摆，把用我崩架了，好，你两口。哦、做这个仪式的人会上看到那个凶案的整个过程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在一碗熟饭上面点三炷香，等香烧完之后把饭吃掉，据说就可以见到鬼。所以我们要等香烧完，就是照做，等香烧完，然后把饭吃掉，接着就走下去，看看我们会不会遇到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这个熟饭，因为他们有说饭据说是一定要熟的，真的是给神明的。对，真的是给神明，熟的是给好兄弟。然后呢，准备这个龙之香肴，龙之香肴，刚好是龙潭龙之春三炷香。那饭上面有香，肉燥。好，我们请阿金帮我们点第一点，第二点。OK， 我们这三炷香都点来了。这三炷香烧完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，十五分钟左右。对，阿金，你知道他说点饭的时候啊，好兄弟其实会聚过来吃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有一个 idea， 热感像仪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热感像仪呢，它就是可以透过荧幕，然后去观测周遭所有的温度变化。可以看到，你看，阿金超红。我们看一下阿金的头。等一下，阿金，你不要动，我看你有没有发烧。我、哦、靠，38。对，现在好像只有香的温度，还没有任何的好兄弟可以再靠近。二炷香，就很正常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这边看他还在烧、哦，我看得到他还在烧，超酷。那我就跟好兄弟蹲在这边看看。那边有好兄弟在吃饭。我知道，我想要看这样看不看得到他们。近拍这个香，哇靠！90几度，莲子目前就是没有任何的有温度的东西靠近这个，对，我们就等吧。哎、欸，他一炷香烧半个小时，真假？我要不要再重讲？那你现在可以讲啊。可是我嘴巴的形状不一样。刚没有拍到你的脸啊。十五分钟左右，香大概烧30分钟吧。哦，好久、哦。那个故事就是，我在公园坐着，嗯，吵架的时候难免会很难过，有点泛泪，看着前方的树木，突然间周遭的事物都是看不见的，像是黑也不像是黑，反而像是一个空洞，然后远远吊着一个东西，你很明白就是人的背，但它是吊着。看着他的时候，他是有一点慢慢在转的那个画，慢慢在转，对，
朝着我的脸这里旋转过来，八黑五鬼快要转到我眼前的时候，它是直接一个脸就贴在我的正前方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逃走？没有多想，你就这样坐在那边，让你这样转转转转到你面前。它是只有转半圆而已，很快的时间就到你面前，有这么近吗？差不多吧。哇，那很近哎。你感觉到跟你的脸是一样大的？是很清楚的样子吗？对，很清楚的样子，就是像人一样，没有任何像我们所谓的透明。没有，就是 OK 人脸，很像大家讲的，其实会遇到吗？我人生也看到过这一次，而且是很清晰的。像老一辈的人讲，可能在难过、在衰的时候，也会容易看到那件事。你那次这样经历之后，你有从此之后相信有鬼这件事情了吗？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啊，只是我看不到而已。那这个香欠来不止半小时，一个小时了，烧完差不多十分钟左右，十五分钟左右。你现在 safe， 你旁边没有好兄弟。对。那你嘞？你拍过那么多次，你有经历过？有，我没有真的看过，但我确实有经历到一些我没有办法解释的状况。枪声非常非常非常短，三根。哎，阿静，你目前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有，都很正常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饭给吃掉了，但我们没有汤吃，而且这个饭上面是不是有点脏？现在是担心见鬼还是担心拉肚子？我吃这一半。好好，你吃那一半哦，我吃这一半，可以。那你要划清界限吗？我来划界限。不要再用那种。我不会碰到，我不会碰到。你不要碰到。一条界限在这里，就一条。那我们要怎么吃？直接吃啊。哇，好像吃御饭团一样。那我要把剩下吃了，那你帮我拍一下，好吃吗？好像冷掉的年糕，看到有点想吐。颜色是漂亮的，有一点红红的，好像是香。你看不出来在治愈人吗？对，鱼肠。我去把垃圾拿去丢。好，那我先训练一下我的咀嚼肌。这个饭十分，你给几分？热的话我给个八分吧，现在我给了两分吧。现在有什么感觉吗？没有，任何感觉都没有。我自己目前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反正我们就往里面走看看吧，看会不会有意外的收获。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往那个公墓？什么？茶园呢？这里面是茶园啊？哎，真的。茶花。这是茶花。是茶。这个时候我就用这个植物图鉴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。嘟嘟嘟嘟嘟，茶树。哎，你答对了。茶园这边呢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温度，超蓝。鬼到底是冷的还是热的啊？阿金旁边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人，我会吓死。哎，好，我不会跟你说。我看一下旁边的杂草区，待会我们继续往前。可是前面没路哎、欸，没路是真的没路，还是你心里没路？没有啦，就前面而已，前面全部都是草丛。那你来照我，我来开路。真的没什么路了，现在泥土路哎、欸。你自己看，没有了。哎呦，真的有路，大家看。你看，后面是通的、欸，通过这个草丛。下去就啪。好吧，是真的没路。啊、你答对了，不然我在这边，然后你帮我看有没有东西，没有吗？没有。因为刚刚我跟阿金在等香烧完的时候，我们有发现到有人呢，就在公墓这附近的某一家餐厅，他拍到了后面有人头。那阿金，我们就来试试看，你在这边帮我照一张相，然后我也在这边帮你照一张相。看我们会拍到什么？好，用正常的相机。好，换你。哎、啊，干嘛啦？不要跑了！哎、欸，不要跑了！跑了才会撞鬼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奇怪？平常这么开心吗？啊，你要跟我拿什么？这个。为什么？你要看那个？那我帮你开。
个人感觉就是里面好像真的没什么。你干嘛又要越来越里面？哎，其实好像真的没什么感觉的感觉啊。我刚刚走到这块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说，哇，插鸢呢，然后还有植物。那我最近有在种一些盆栽嘛，我对于植物这个东西现在是非常的热爱。这边，草特别高。对啊。通常不是那种鬼故事都会出现在走一走走一走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，哎，草到我的腰这边，一路鬼打墙，遇到谁被附身这样。放东西。美国电影会有一本书，然后那个书会自己出现字，然后一群小朋友遇到鬼，他们就是在麦田圈里面，不要在半夜说鬼故事。你看到，哦，这个草已经比我还高了，然后刚刚那边有出现声音了。 Hello， 有人吗？阿静，嗯，你可以在这边帮我拍一张吗？帮我看到被看到什么，欸？如果你在的话，可以让我拍到吗？我们只是做个实验，谢谢你。我非常好奇你们存不存在，但不要让我出意外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真的要折返了。可是你有什么感觉？你也是吧？对，鬼这种东西。我觉得这么多人都看过，然后这么多人都说有遇到过，包括阿金也包括我，都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巧合。我也认为或许有拍到，这个也不可能嘛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就后续感恩见，拜。你讲一次，见证你到底有没有说谎？我们等一下看我的头旁边怎样？你的头旁边有点雾。认真，你没有说谎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确定？你刚刚说。你看我的照片，头旁边有点雾雾的，然后有点不舒服。那句你一开始有讲，但你现在觉得呢？有不舒服吗？没有。哦，就是有点雾雾的。就是有点。所以你不舒服是在吓我吗？对，是在吓你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照片。可是雾雾的，不确定到底是怎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一起看。太扯了，为什么在骗我，欸？我没有骗你。为什么你刚刚这么淡定？我要说什么？看这一张，我放大给你们看。我靠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合理啊！太扯了！这个其实看，你肉眼看到我人在那边就一团雾气了。对，这边比较，所以我的脸是蒙的。你头旁边是蒙的。你要压压惊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喝酒了。大三百了。压压惊吗？要边开边喝吗？没有，喝一点的，没招架。好啊，今天就真的嗯，帮我结束吧。